好，那天劫手游，那官方之前四天前，6月18号有释出一个轻罗角色资料的首曝。好，那看一下重点哈，重点就是她是神阙宫的婢女轻罗，那她是在幽城幻剑录第一次登场。那有4个婢女，婢女有紫韵、白婉、朱鬟跟青罗4大婢女，然后这边都不是重点，然后他的动图，角色动图，OK，一个小萝莉，然后这边公主就是葛云一嘛，就是女娲的神祗，那神阙宫历代斋女都能继承前代斋女的建立学识。然后他们去调查西域的暗星将士，在驿站时，小公主就不见了。OK，这边都不是很重要。再来就是青罗平时虽然爱玩，但工作的时候可是绝不含糊。我的职责是御风，职业是御风，所以像是那种断臂翘牙，他都会直接跳过去。再来青玉翅是青罗的得意武器，攻击力也很强。然后还有地府图，春风化雨。网花门人，好。在打败敌人后，可以再闪避敌人的下一次攻击。打败敌人后，哦，也就是打死之后吗？才会触发这个天赋的样子。OK，然后他是御风，可宫内不止我一个御风。OK。好，这边好，这边重点不是很重要啊。他就说，偶尔想要被真正被人记住，但其实自己并不记得过去发生了什么。醒来时就在神阙宫之中了，在晚上做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梦，或许是我想太多了。现在只希望小公主一切安好，而我们也能在神阙宫幸福地生活下去。然后青罗偶尔会去尝试方面一些小游戏，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猜一猜我设计的游戏是什么。虽然在幽城幻境中。而幻剑录中，我的戏份不多，但天天解锁游，我会再次登场。希望少侠可以跟我一起玩耍，说好的不见不散。OK，大致上就这样，主要是这个招式啊。OK，好，那这期这就到这边，到这边了。下面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 跟 FB。谢谢大家继续收看，拜拜。